Yang tadi mereka jalan-jalan kepada barang kemudian dia akan di kan video sedang tahu tahu benar. Okay, ho, ho, dan ni ni lebih new. Wajib kan video, wajib dalam tahu tahu benar. Saya tunggu wajib kan uli ku pas malam bangun tiap kali ya penyewanan. Ayat tua dia menakinkan terbaca-baca dan mencipta wikia penyewana. Kena di yang Taiwan di tai kata kecau kai punya wikia wakil kankoi. Ini pun si Taiwan di wikia jatuh. So, kita ada yang Taiwan di. Dakwa ikan makuta nu inika kemudian mun tua bukai uli penayangan anggar buta. Nah, jadi ini apa tai wang yi yang biao bi ni wo ma yong tai yi ge gong tu zu ne gan nu na tao ma di ya tao tao ji ga wu li penerangan a ben da nu mun tuan ya zeng zeng a ni wi ni a li ma bo huan yi ge dang zui wa de ji puan tai wang yi ji puan tai wang wei an ne han ta ge gong nu ini ka matau mun ada karya pinayangan di Kamakuta uli basmara uli tau tau tiga da pakaju nah jadi ne tau ngui maboho biau kin wa le kong kapan ne otake etang biau kai ana cuci u bun te sai te tu ho pada ngaren yang kuah pada tutu keruang aja bila ku tahu atau ni mikir kaya di nutu jana di Taiwan lah. Jadi aku di Taiwan lah, ke kau di mana? Kau ingin Taiwan di? Jadi kan Taiwan ni boleh ingin sana. Ali Malaysia, Malaysia na Alibu, Malaysia na Renci. So aku eh tahu kong买了下，所以对咱的位置宾馆，我嘛是有家己有用台湾机的下。好，刷落来，比如啊，只位置宾店话，比台湾啊，比如啊，即马吼，已经有台湾的位置宾店，唔讲个零零，怎样都已经有啊，啊，只是大部分人眼啊，打 PWN。阮的迄个位置，大家也是有用过的，有一个迄个代码，阮的代码是 PWN。上个比达上古啊，你住啊，在位置里啊都住。那是安尼，咱即马台湾去伫网络顶管，咱的网络顶管有偌济的条目，有偌济阮啥物件有偌济，比如啊，假如啊代啊十四五万，比如啊伫在位置里啊。都住，阿爸就都住。到即马已经有，虽然无偌济，都已经有300多条的条目，就是条目已经有300多篇的文章。好，拜参加阿那嘛，就是你要自己住啊，伊特别厉害。阿那嘛就面积感呢，伊住啊，若是有300多条安尼，即个。物件，阮是拢咧食啥物，可能大家嘛会好奇，对。所以，我就来甲大家介绍。伊尼加跟啊塞古阿拉巴扎啊本来湾来的歌，就是我的台湾语其实嘛无讲真好，因为我准备学，不过。反正啊，食钙，努那嘛乌里吧食钙，乌里嘛菜啊食甲骨甲骨蛋。唔讲我嘛是爱讲，因为那是咱的话无去啊，咱的文化嘛会无去。努伊尼加们呐，本来往南，那个努食甲骨蛋，那个努食甲早晚，那是阮无用阮的台湾语来讲。安尼，咱个世界就变作无共款啊！麻烦啊，有哩南麻山啊，甲早晚话一年久久啊，有
有哩南麻山啊、甲走岸啊、人后地啊，若是咱拢用中国语来讲，安尼咱诶世界咱所看到物件就会变作无共款，所以这是用台湾语来写是真重要。所以即摆就要来向大家讲，阮伫顶悬有写啥物款诶物件。首先呢，三来住啊，两面之间啊，八只啦，啊住啊面之间啊，就只个八只啦，啊是八十五啊，人多啊，家己等啊，师傅，伊住啊，八只里啊，师傅啊，八只个多啊，八只里啊，家己人啊，伊嘛在台湾，就是咱台湾其实有真济无同个地方个政府嘛，咱所知影个。像无共款个管制，伊厝啊，阿嗲嘛嘛从咱啊，在台都近，就像咱即摆看到个台都近，就是台东县，所以这就是有介绍讲台东县，这是现代个，啊，但是拄住啊，那似乎这是现代个政府。啊，毋过对于阮台湾来讲，阮是安怎了解即个物件？这是真重要。阮用台湾的话来描述来讲，即现代政府对阮来讲是安怎？因为较早，但是抓眼两间两只师傅，是台湾，伊拄仔只妈妈当伊人，两间两师傅，两间两是拄住啊师傅。较早台湾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只有妈妈当伊人，就是有一个因的可能像因的王安尼，有一个伊家己的土地、伊家己的范围。较早是无政府的，所以这是对台湾家己来讲是真重要。所以阮有写就是讲，即马台湾的地方的政府爱用台湾语来写。啊，过来呢，伊拄仔有搭只。一年无食啊，八只啦，嘛着加食甜啊软，嘛着加食甜砖啊，加多嘛加芝麻的。过来就是，因为对阮台湾来讲呢，其实原底就有，对台湾来讲原底就有真济，像咱所看到的即个像青菜啊，还是植物就是植物这种的物件，其实原底对伫台湾的世界底就有啊。像咱会当看到这 rubies， 就是迄种红梨，吼，啊，佮有这 rubies， 佮有真侪，即个对台湾来讲，就是较早就有台湾伊家己的太阳，你去问是大人，因就是拢有知影即个物件，所以阮就用台湾的语言，啊，用罗马字安尼甲写出来，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好，啊，过来要讲着讲，阮伫写遮个物件时阵，伊主啊嘛在里后啊，就是二八七个，伊主啊，甲是大眼啊，甲古等伊，伊主啊，甲是大眼啊，两嘛，伊主啊有呾是拄主啊呐，两嘛，就是阮伫写个时阵，其实像拄则讲个有一挂是。现代的物件，啊有一挂是自古早就有诶，啊，阮咧写时阵就会有无共款诶写法，啥意思？像地方诶政府，即古早对于台湾来讲是无即个物件，就是较早是无诶，啊，像一挂菜啊，像拄哩红梨即个物件，对台湾来讲即原底就有诶，所以即种物件可能会较好写，因为原底台湾就是有即种物件，即真好了解。去问台湾的士大人，伊就是拢知影有即个物件。不过，若是一寡较现代的概念，这就较困难用台湾语来写。过来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根本在你电脑文字努两干努，加个是入万啊，偌台湾人，就是我今仔日就是想要代表阮台湾的社团，含大家。诶，分享一个讲，阮伫写微信诶时阵，诶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即咱若是用中国文伫写诶，较着即个问题，就是讲，阮伫写诶时阵，才有看到即是阮诶参考诶资料，啊，大家有注意到，
这参考的资料其实是中文的资料。这个有什么问题？就变作讲，阮无阮台湾文家己的文献会当参考，所以变作讲，阮就是爱。有哩什么不一定但嘛恁嘛要几个话真有不久啊。大家有哩问恁几个话真紧张，就是阮爱先读者的中文的文献的册，吼、哦、啊是讲参考的资料，了后了解了后，再搁家己去想讲要哪用台湾语来写。所以变作讲，阮即马若是伫写一挂 Wikipedia 的物件，阮会变作。是有即、這个，就是会变作是安尼状况啊，就是甲同大家分享安尼，就是一个，因为一般是咱拢用中文来写，无即个问题，因为咱有可能就有真侪中文的文献安尼，对。过来呢，其实再要讲的就是讲伊主要做嘛，什么古书古语，拄啊维基米迪啊，伊主要念算算啊，就是讲啊，除了维基米迪啊以外，啊，阮台湾伫即个维基媒体顶端，遮尔侪计划，遮尔侪发展在底，阮阁有做啥物工作？其实有为伊主要甲巴达吉人们啊，分了几多研究背景，啊，佮嘛是多2021啊差别。三百个女主，啊，一个文职啊，一个女员，伫维基百科。其实一开始阮嘛毋是，一开始就写维基百科，因为大家若是有了解，可能有真侪人毋知，因为维基百科毋是你一开始就有一个网站，你爱成为研究者，就是伊有一个想要赋能个所在，你爱伫遐先编辑，啊，你个。有一定的人数，啊，有一定的文章，才会变作一个 Wikipedia。像咱大家熟悉的中文的 Wikipedia 安尼有一个网站，所以阮一开始是为这个 Incubator 内底来开始写。啊，接落来阮阁有嘛开始有熟悉，这嘛是爱感谢咱的台湾的 Wiki 协会，阁有咱的 Wiki Data 的社群，其实拢有含阮有一挂交流的，交阮教。一寡技术方面的，所以阮嘛慢慢仔有熟悉，像 Wikidata， 啊，佮有像 Wikimedia Commons 这样个物件，所以坐落来想要和大家分享，阮佮有做甚物其他个物件。好，啊，这真趣味哦，就是即摆伫 Incubator， 就是迄个赋能个所在，阮有咧试看要做一个。新的物件，啊，这真好耍。伊主要是为家己独立完，两边来往难，都啊嘛要甲大家咱拄住研究袂济。这就是阮就是即马啊，佮未来有一个愿望，就是讲，因为写 Wikipedia 其实像我拄则讲的，有一定的困难。第一就是文献的问题，你爱先读。你较了功夫，你爱先读中文的，你才去转台湾文。啊，过来就是讲，一个现代的概念，像一挂较新的名词，譬如讲，现代的政府啊，啊是讲一挂科技的物件，像电脑啊、麦克啊、网络啊这种物件，其实用台湾语来讲的时阵，真困难。所以阮咧想的，就是讲，阮即摆想要为基本的开始，就是为一挂。单字一挂话，一挂单字来开始，所以阮想要做这种 dictionary 的物件，所以阮就是为这个 incubator 内底有开始在想要创一个新的物件。啊，像这加入个热板嘛，你看哦，这真注意加入个热板，若是大家在看先看无，我会放一张图。歹势虽然这图安尼较无清楚，不过你嘛会当看到讲哦，加入个热板就是像安尼有哦。有云啊，啊就是有一天顶安尼，所以加入文乐版的意思就是天顶安尼的意思。所以我感觉这变作讲，这种物件对阮来讲来写的时阵较简单。啊，过来就是讲希望，因为即摆国家嘛是咱的政府嘛靠咧支持咱本土的语言，所以若是会当把这种物件像
简单诶，啊，有真侪句话安尼，啊，搁有图，会当甲伊看想办法含一寡学校诶课程，也是讲含一寡老师来合作，希望讲会当阮阿写诶时阵，对学校对咱诶台湾语诶基本诶教育会当有一寡帮助。啊，因为这拢是open 的物件，就是 open source 的物件，大家拢会当做伙来参与。啊，就是一直有一寡阮家己台湾的人，有当时啊，就是会惊讲啊，我惊讲我写唔对个，啊，是讲其实我的台湾语嘛无遐厉害。不过我拢是一直甲阮家己的人鼓励讲，其实这拢是开放的物件，佮较侪人啊来做伙参与，其实会互物件愈来愈好。就是因甲马古达、南巴达基他们啊，巴萨迪巴格基，因甲马古达就是一开始咱在写的时阵，有一挂话，有一挂字像对，其实不要紧，再慢慢来。啊，像这其实我嘛感觉讲，会当互一挂学生有无？啊，一开始咧学的时阵，像咱学英语、学英文咧背单词的时阵，咱会当。家己来去学安那写安尼，啊，会当每一个人拢会当贡献，唔拿老师吼学生啊，家己在开始学的时嘛会当贡献，啊，所以这是阮当即马在想要做的，啊，我小夸好大家看嘛。其实这最趣味的，因为微信的我唔知影大家有识无，不过这个物件最酷的就是讲，伊毋是。干呐用台湾语来解说台湾语，伊嘛会当用台湾语来解说，把做讲有英语，吼、哦，闽南语讲就是外来的话，吼、哦，比如讲这 road， 吼、哦，阮台湾语来讲这英语嘛 road， 阮台湾语就是遮难，哦，这就趣味的，因为咱即摆在政府在推上什么双语教育。阮是多语的哦，阮台湾语啊英语咱嘛会当用啊，这物件就是真注意。啊，因为这阮当在试啊，所以有一挂物件看起来较乱，阮当在用。啊，就是这是阮一个未来的方向，就是希望讲，阮为基本的开始，吼啊，互学生啊，还是讲一挂老师会当拢做伙来参与，我感觉这个物件真好啊，真有未来性啊。啊，阮即摆做诶无济，就是干呐，伊种啊，就是干呐86个亚运安尼，对，就是一挂像安尼，好，即好啊，接落来，搁来有另外一个阮咧做诶，就是拄则有讲着诶，危机地毯，就是因为即嘛是爱感谢，像我拄则讲诶，危机地毯诶社群进前有甲阮。有一寡交流，所以因有教阮教一寡技术。啊，阮即摆开始伫阮伫咧卡顶员在做诶时阵，到即摆阮有啥物效果咧？所以安尼嘛，硬生生按啊马加多啊危机底啦。当初啊，两只不得用三加二南台湾，啊只顶话啊只顶闹，办物个啊，就不打加二啊不接啊拜话。阮即摆开始伫。有伫咧学开始创一寡物件时阵，即摆足酷个啦，就是即阿狗，就是阿狗，台湾去讲阿狗，就是冰冻。阮伫有伫咧学顶悬，你咧拍一个时阵，你拍阿狗，伊就知影迄是冰冻。所以即对阮台湾人其实是一个足好个代志，因为。你会当用你家己的话去顶悬输入，啊，伊就会走出来，就会了解。所以我感觉这就是足好的物件。那对，反正讲你若是像你拍，你会当用台湾语来去找物件安尼，这是一个大进步啦。我感觉阮做的就是，到即摆有一挂成果就是安尼。啊，这阮嘛慢慢啊会。甲这个物件，因为有天咧，这个物件其实较歹了解，对阮的一挂台湾的阮社群的人，佮一挂是大人，因较歹了解这个物件。不过，阮想讲，慢慢啊嘛是要甲这个物件推展去地方的社区安尼，对，好。所以，拄则我讲的就是像安尼，因为。
伫位置底头顶悬，伊有共一个概念的物件，伊其实有无共的礼貌，就是像遮有无，伊遮拢有无共的话安怎讲。啊，阮就是甲台湾的话阿狗，甲伊放进去，所以你用你拍迄阿狗，伊就会走出即个物件。所以咱就毋免烦恼讲，你今仔日若是袂晓中文，啊，你嘛会当用台湾文来去维基台顶面做物件。对，这就是阮做的这一百部歌单啊，就是这底部的物件。慢慢，虽然阮即摆了做了无济，不过慢慢啊，就是甲一寡物件底部甲放入去。啊，这底部甲放入去，就是维基台顶面，伊就会了解讲，哦，阿狗。甲即个冰冻就是共一个物件，你就有法度用阿狗去找出冰冻即个物件。啊，即就是感谢阮个，感谢咱即个维基底下个社群，教阮即个技术，我感觉即，阮学着即个感觉真欢喜个。就是即摆会当用台湾文来伫网络来伫维基底下内底找着阮想要学个物件，对。啊，过来。哦，这嘛是真著名，搁这可能对一挂人来讲会较歹了解。嘛，侬伊主要就是伊个职个大，嘛就加一解，嘛就加大家咱阿南马山 Lexing 伊主啊，伊大伊在来拄住，就是讲，即嘛阮伫规个台顶面，除了拄只讲个遐个礼貌，阮搁有做一个就是，即嘛是阮。感谢咱的这维基电台的社群，甲阮指导吼，阮做这啊做思维啊，就是词汇。啊，这物件最好就是讲，因为这维基电台物件是像讲一般来讲，维基百科啊，就是维基百科的物件是写予人来读的。啊，这维基电台物件，伊可能会较像讲，你甲这物件一个一个甲伊放起。会当互电脑较好了解，啊，即个词位就是词位，位就是像咱安尼有一个位，一个位嘛。咱咧讲诶话内底吼，有足侪词诶，啊，一个词拢甲放一位，像咱遮有足侪字眼诶嘛。啊，咱讲诶话内底，咱着即个词着甲放伫即位，互电脑着知影讲即个词是即个意思。所以咱即字嘛，字嘛着是伫台湾语内底着是咧在手，啊，佫嘛是五个意思。所以阮着甲即字嘛即个词放起去啊。所以后摆电脑就会知影讲哦，立马吼，这个词就是在即位，所以这就是一个较应该是讲较技术方面也是较有未来的物件。阮就来慢慢啊，把这个物件希望讲甲伊建立起来。啊，不过实际上阮嘛了，因为技术的物件阮无真厉害，所以实际上阮了唔知影讲这个资料甲伊建立起来，后摆会当做啥物，不过。阮想讲，若是有时间，阮咧食饭，伫米前诶时阵，就慢慢啊，把遮个物件，甲伊建立起来，安尼，对。这就是，这嘛是阮诶工课之一啦。好，把这主主，伊搭耐心啊，大家咱往平台往哪来主啊，维基底下，所以咧到呾到即嘛。吼，咱个遮个拄只讲个一位一位个遮个词位、遮个词汇，台湾语个词位到即摆有偌济啊？有190多个，要到200个。吼，毋过就是还无济，毋过阮慢慢啊，想要从遮个物件甲伊建立起来。啊，即嘛是我想世界上嘛是真济无共款个语言拢在做遮个物件，我希望讲阮。台湾遮个台湾个社区嘛会当对着即个物件吼来甲伊做起来安尼。好，刷落来呢，伊如果若目镜轮啊，恁若烂，交一个咱李富富个大嘛着甲张姓阿伯仔来失败话，伊如果伊为今年个他们输出，过来要小改另外一个计划就是。维基，因为咱知影维基的计划除了咱较常用的维基米迪亚以外吼，佫有一个维基米迪亚 Commons。啊，这个平台吼，伊顶面就是会当，你会当把无共款的档案拢家己放起，吼，像你会当放这种图的，
啊，像咱看到这個，这其实就是声音的录音的物件嘛，咱来控制。啊，这物件呢，咱咱照好大家看嘛，就是这里就是有会当家己建立一个这 category 百万的，所有百万的物件就会当像有经历过安尼话，就是拢全部拢放伫遮有大个物件伫上，啊一寡是之前有人放的，啊一寡是阮放的物件。啊，这阮想要做就是讲希望吼，因为即摆百万阮家己社区的图，咱嘛看着嘛无济，希望讲后摆啊，阮嘛讲会当阮家己摕相机啊，家己去翕啊，像阮的庄仔内的树啊，是讲环境啊，会当放一寡图安尼，放一寡传统的物件，像这用的这针啊、藤枝啊，是啥物，啊，搁一寡像传统的祭典啊，是讲一寡仪式的物件，拢会当慢慢啊来放置。啊，搁来另外一个较重要的，就是讲是大人在讲话，唔知有啥话，就看有大家听者。这是阮记录的啦，就是讲希望讲会当读一寡是大人咱的长辈一寡讲的故事啊，而且，大家嘛听到咧背景也有一寡机车的声啦，因为阮的设备也知影无通好，搁希望讲未来会当进步，就是会当读一寡重要的故事，啊是讲传说，从一寡阮社区的重要的一寡历史的考出的物件吼，拢家己导落来安尼。啊，这个物件就是阮未来想要做的，除了相片以外嘛，想要做一挂录音安尼，对。哦，啊，这就是这 Wikimedia Commons 的物件。啊，为头啊讲到即马这个物件拢是开放的，就是拢是 open data 物件，因为阮嘛是希望讲，其实阮做这物件，唔是干啊，阮家己用，嘛是希望讲。搁较侪人会当来了解，搁较侪人会当来使用，包括讲若有一寡学者啊要研究或是啥，其实这拢是真好个材料。我嘛是想讲，慢慢啊，若是阮会使做，会当来做伙做，啊是较寡大家若是有啥物意见或是啥嘛，会当交流安尼，对。好，搁来个另外一个，阮嘛是感觉最近当咧做个嘛是。阮感觉真有未来性的物件嘛，是感觉真重要诶。就是呢，啊，咱爸爸从咱遗嘱啊嘛，着甲是伊个资，伊 wiki source 对住遗嘱啊，甲一个咱乱知识伊会甲遗嘱啊改乱知嘛，遗嘱啊有呾啊，伊咪有哩啊，第二只乱是研究啊找找。这 wiki source 物件叫做 wiki 图书馆。啊，也是讲中文叫做维基文库。啊，这个物件就是甲我拄则讲的，就是文献的物件。因为台湾文的文献，即摆会当讲真少。啊，毋过现今时间有诶有啥物？圣经、圣经。因为古早的传教士有甲这圣经翻做台湾文，所以伊说改译完之嘛，所以咱即摆有伫文库顶边也希望想要放圣经。不过，这改换即嘛圣经的部分，因为伊还有迄个爱甲迄圣经公会遐讨论，才会当放，迄有迄个 copyright 的问题，所以这阮未来嘛是想要做。过来就是，拄则咱看到迄录音的物件，传统故事的物件，阮想要除了有录音以外，想要甲伊转写，就是有声音，搁有文字。啊，阮有做一个 demo 吼，就是有制作的一个，会当予大家看下。对，这个物件就是，虽然这是一个短篇的故事，不过阮未来就是想讲，想要做长篇的安尼，长篇的故事安尼。啊，这就是你看，才有文字哦，这清楚的，吼，这代志，这故事在讲啥物哦，文字拢伫遮。啊，这虽然看起来无像，不过这是。第一手的资料，
啊，变作讲，若是这会当搁应用，看是放伫阮个拄则看到遐个书店啊，是讲放伫哩 Wikipedia 会当家己应用安尼，会当做应用。我感觉这是以台湾为主个一个参考文献个部分，吼啊，小可放看有这声音吼，大家看。你好啊，你那块做一个比那干哪啥来？大作业。Ini kat temen tua satu yuan awan pasal mumanya sekali. Jadi ini cuma pang di bawah tak kena. Jadi si betul kau kisah tu saya mah jadi awak kau lah. Ibu nak kau kisah tuan saya. Oh, aku kau IT login. K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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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u反正啊，啊，几百分钱，反正啊，啊，啊，几条几个就多少项嘛，就买定。就是对阮少年家来讲，去找这个是大人去问，因为对阮少年家来讲，伊呢家西湖啊，那块在在嘛主峰啊，本来我也拄住，就是阮少年辈其实台湾语的程度讲好嘛，一定是普普啊。所以，伊主啊，你啊，啊啊啊，有利古几百达。大只蛤蟆的蛮长，大只乌乌鲁乌鲁，就是有真侪物件，其实是即个台湾语的物件，即个传统的知识，阮来去找一个人来问。啊，即嘛会当变作讲，除了伊后摆会当做阮的参考的文献以外呢，对阮的少年辈的台湾的人来讲，是一种训练。因为你若去录音，啊，你若听，啊，你若甲转写，吼，这对学语言，对咱的语言的应用，吼，是有一个，我感觉是哦，会进步足紧的。啊，我家己嘛是有在参与这个工作。啊，因为阮其实有做一寡物件，我还袂，还袂家己当真。所以做来，阮会有较侪 workshops， 还是讲一寡工作坊的物件。啊，希望讲，因为阮拢。一寡人是台北啊，不过希望讲以后会当较直接去屏东，啊是讲台东，因为台湾就是大部分是住伫屏东甲台东，或者台湾的社区是遐，对，啊这就是这个危机所的这部分。好，刷落来，对，啊这就是拄则讲的，吼、哦，这真重要，就是。啊，食那八只轮胆，马加利亚啊，马克胆胆啊，那什么骨多啊，就几个胆，或者含的马的马加利亚，白皮胆胆胆，乌胆，就是讲，这物件也是家己慢慢啊来增加起哩。阮台湾人唔哪会当看到这个文献呢？你看是咩人看无？你得过人用听呢？因为其实恁在台湾的人，这罗马字话袂晓写，毋过听因听有啊。哦，这物件对阮台湾的人来讲是一个我感觉真好的贡献嘛，真值得阮来继续做这个工作。好，啊，过来，另外一个方面嘛是，为之做了些应用，就是讲，除了除了迄种去问是大人的部分，阁有一寡政府的 open data。政府的开放的资料，像这款的这些什么公职人员的宣誓纸哦，这其实即马这内政部伊拢有开放，啊，其中阮台湾族的伫遮吼，有无？伊这拢有请老师安尼甲翻译，啊，这样物件，若是你安尼放咧，敢会有人去看？啊，那是这资料就是现拢伫网络顶啊，所以这样物件，阮是希望讲。找看觅啦，就一寡慢慢啊，政府即摆也较重视啊，阮会当甲一寡遮个资料吼，甲伊放去，放去安尼即遮个即危机 source 内底吼，像即拄则即内政部的即物件，阮就是甲伊台湾文的部分拢甲伊放去，吼啊，即物件就是嘛会当变作一个重要的资料啦，吼，除了讲阮看以外，其实即后摆若是要做其他应用，我想嘛是较方便。对，这就是危机做的一部分。好，安尼我想时间嘛差不多啦吼。所以安尼今日听我讲到这，嘛是顺续吼。
教大家两句台湾语啦，吼，啊无拢听我讲，大家慢慢小可一个互动一下。阮台湾语吼，阮讲多些，有两种讲法，马字马字，吼，啊个马扎鲁，安尼，吼，马字马字马扎鲁，好，安尼马德巴根啊，啊杜杜阿吉刚啊，啊安尼阿只吉布眼，就是真欢喜今仔日含大家吼伫只见面，吼，我来甲含大家分享安尼。好，非常感谢，马字马字马扎鲁。那个非常感谢，这个这也是我第一次首场听到台湾，就之前公司他们有做台湾的，丁景辉老师，丁景辉老师哈，对哈，应该在座的朋友应该都还没有听过全台湾的演讲哦，那有任何朋友有问题吗？啊，马沙鲁。哎，都像你这样做厉害，做领袖呢？这种感觉做无简单嘞，哦，做无简单嘞。我听到做感动嘞，真正多讲多些，你即马为台湾社会所做嘞，做感谢。不过我有一个问题，讲像你就是当地台湾做的人，他伊敢有就是台湾的社区，因为这个按社区台做的来嘛。啊，社区这种靠愈来愈侪少年家也是都老人，因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编辑。还有呢，拜第二个问题就是拜，讲拜完故呢，就北方跟南方无相同。因为我住过一个去遐佚佗一下，感觉北边南边讲的方式无同，啊，无同，够有影响恁的以为几百科分享。这是两个问题，请问，请问一下，多谢。哦，非常感谢马扎鲁。为啊，马古里里啊，马加里啊，马加伊那加萨加里主啊，马加里啊，马加巴加加加巴罕里主啊，马加吉马吉啊，加加啊，马比努苏加啊，比内湾啊。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真好，对唔对？对阮台湾来讲，阮有真侪。几啊百外个社区，所以阮个话其实无共款。啊，毋过，食寡，妈咧二妈二啊，食个食寡妈毛，大食三分之。无共款个话，毋过咱嘛是爱想办法，家己拢记录落来。所以阮要做就是鼓励啊。若是你对讲吼，把做讲阮台东个遮个。即个老师写物件，若是恁可能恁当也是倒位的，哦，即是嘛，大家在也是讲啥物事，是因为怎啊？无共款的社区的人，拢会当来写恁的版本啊。毋过，因为即真了解，因为我嘛是伫想啦，毋过就是想讲一个文章是一个分做无共的所在的。毋过我感觉即马。写的人就了无遐济，所以了袂拄着这個问题。不过，阮就是嘛是尽量鼓励搁较济人来做安尼，对。这是这部分，就是对，无毋对，因为对台湾来讲，阮有无共款的话，不过嘛是尽量鼓励安尼，对。多谢，以上。其实，在那是原委会吧，是教育部的，在台湾原住民现在法定是16族，但是实际上在运行的。原住民教育是41个还是42个语言？啊，台湾好像本身就有4个语言，还是在界有4个语言，就是他就是在施行那个台湾语教育的时候，那个学生可以依照自己所在的地方啊，一起锻炼到里，还是讲领导人来了哦，去选不同各自的语言啊，就是整个台湾不是台湾的这个。南岛语哦，虽然只有16族，但是其实总共有40几种的哦，这个不同的语言啊，语言跟语言就是各语言之间其实是差异是蛮大的，对，差异是蛮大的。虽然可能都在整个大的台湾语的架构里面哦。好，那刚刚我问你哦，用华语都可以，哦，那个用什么语言发问都可以哦，不用太紧张哦。
开始搁请教者，因为刚才有讲过，台湾做这个感官的原住民吼，啊，即款就是除了台湾族为主，啊，刚有各哪一组各啊是小台湾族为主，想请教者搁讲。即马嘛是有其他诶，你讲白族诶嘛，对无？嘛是有啊，因为从早是咱迄三支仔啊，啊，过来嘛有台语，啊，搁诗集，啊，搁阿美斯，嘛拢有。你是讲诶是 Wikipedia 嘛？伊嘛是拢有。啊，即马较有伫活动诶社群，就是阿美斯，搁有迄诗集，就是赛德克。哦，赛德克伊是伫南投诶，哦，我诶故乡，我南投人。就是因伫南投遐，因家己个即个语会组织啊，吼，因个语会组织嘛，甲别做微体个物件，所以就即马较外发个，较有咧外邦个社群，就是阿密斯个，甲咱在德克，对，无真正个，就是。好，那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有问题？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我们有到这个就搞，好，那我们感谢这个伟佑今天早上的这个分享哦。那其实不同语言的开放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语言本身都代表着各自族群的文化跟其非常独特的知识背景哦。其实今天透过台湾的案例，我们可以去对比到。包含像台语的社群，客家话的社群，甚至台语社群、客家话社群，那个族群更大，也族群更大。但是这个方法，我们怎么样去，把它也是推进到，我们好像我们在谈这个语言，我们在谈多语言的时候，好像可能不同语言比较少谈到，我们讲 open data 的这些概念，不讲就讲，可能讲，我就是讲哦，哎，给讲些台语啊，要多讲这个客家话等等的，但是其实，在数位这一块哦 ，Open Data 要有各自的语言别，各自的语言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好，那我们感谢早上我也有分享，那我们稍等一下，因为我午餐没有到，午餐没有到，那大家可以先去外面，我们目前外面有提供饮料然后还有热茶，因为拍摄因为这个会议厅是中央空调比较没有办法控制。看寡啊！现在外面有准备热茶哦，大家可以进去使用。那记得饮料什么不要帮我带起来。好，感谢。那我们下午的第一场哦，我们下午第一场是一点半开始哦。啊，等一下我们午餐来了之后，大家可以进去用餐。好，感谢。而且多谢大家哦，都有一个许小小的在袂记讲啊，我有在 Facebook 啦哦，啊大家许在台湾文，但是看文你会当看咧中文，台湾文字安尼。虽然恁这小小的一个 like 对阮是大大的鼓励吼，希望甲阮这一个赞的安尼吼，因为阮做这工课嘛是，大家拢是兼咧做啊，就是大家拢嘛有其他有咧教些老师啊，佮嘛有学生啊，拢是利用家己一寡下班还是下课的时间在做这物件嘛，希望讲大家当甲阮 follow 啊，甲阮支持一下。啊，阮接下来佫较侪活动会伫 Facebook 遮吼，啊，麻烦你大家若有兴趣嘛，当来参加。虽然大家袂了解台湾文，佮阮有一寡可能体验性的活动，接下来嘛会安排安尼。好，多谢大家，慢慢来，慢慢来。